来关注北京冬奥会的消息。昨天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"飞扬"正式亮相。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颜色为银色与红色，象征冰火相约、激情飞扬，照亮冰雪，温暖世界。北京冬残奥会的火炬则选用了银色与金色，寓意辉煌与梦想，体现勇气、决心、激励、平等的残奥价值观。在火炬的最下方有一圈刻有"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"全称的盲文。